经典 DIY 万用果香清洁剂一二三。第一步骤，制作果皮萃取液。先将果皮削下，将果皮放入任意耐酒精的瓶罐中，倒入 75% 酒精，酒精刚好盖过果皮即可。若使用 95% 酒精，请先稀释后再倒入，浸泡7到10天后即可把果皮萃取液倒出。第二步骤，制作万用果香清洁剂。将一瓶果皮萃取液倒入，再倒入3瓶水，按0.7瓶椰子油起泡剂，搅拌均匀，最后装瓶就完成咯。万用果香清洁剂可洗碗、洗衣、洗车、擦桌子、刷地等等，居家清洁一瓶搞定。